行健身作为一件终身大事，无数的人从小就在为之奋斗。今天我和妈妈要一起锻炼，我要腹肌，我要胸肌，我要肱二头肌，我要我要。宝宝，人的潜能是无限大的，只要你有一个坚持下去的动力。接下来为大家推荐一款最便捷的健身方式，它只需要你有只宠物。主人，你要干什么？宝宝怕高啊，还往上举，跟你说话呢，能不能考虑我的感受？你这小体格就不要自不量力了好吗？没劲儿了吧，一看你就不行。啊，我也不能不能。陪伴宠物还能健身，好身材就是这么简单。